凡人皆若风月难免，为将来写意了多少遍，缘分流离与摩羯如此的缠绵。凡人皆若风月难免，对不起，全部飘起来了。别唆使啊！不，哇哦，你们这是在做什么呢？段宇，你要干嘛？你看一下你的脚。你要给我换鞋啊？若你愿意。我有什么好不愿意的？啊，好。哎，不对，不是说成亲前男人不能看女人的脚吗？啊，抱歉，唐突了。唐突什么唐突？其实我就是怕痒，我自己换就行了。好。嗯？啊，抱歉，我又唐突了。哎，说实话吧，我不是这个世界的人，我也不是什么酒楼掌柜的女儿，我以前就是一个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人，除了扔铁饼，什么也不会。我每天最高兴的事情，就是喝一杯珍珠奶茶，还有坐每晚的公交车回家。看着窗外的树，呜呜呜往我身后跑，然后我的胳膊就坏了，我就再也做不了铁饼运动员了，然后我就真的沦为了三无人员，无事业，无未来，无爱情，我不是逆天星，谁是？小乔，你的胳膊现在，来这之前他是坏的，不过我现在才知道，来到这里遇到你，我花光了我所有的运气。佛祖，请您一定要保佑我的妈妈。已经保佑顾青桥一切平安。段月，你是特意来找我的？我要出趟远门，可能要些许时日才能回来。你该不会因为我是逆天星，所以故意躲着我吧？傻瓜，我要躲着你怎么会来找你呢？我只是叮嘱一下，我不在的日子你要好好的保重自己。你干嘛这么一本正经的，弄得像生死离别一样？你该不会是要做什么危险的事儿吧？我可不想以后再也见不到你啊。没有危险，你放心吧，这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嗯，那你下次出远门的时候记得提前跟我说，
我可以给你做饺子吃。饺子？上车，不对，上马的饺子，下马的面，吃饺子，怕你后来团圆，没听过？是你那边的习俗？嗯，那就等你回来一起吃面吧，尝尝相守。好。哦，对了，这个给你，我想还是你来保管吧，这毕竟是你最亲近的人的遗物，对你应该是极其重要的。现在你就是对我最重要的人，最重要的东西要交给最重要的人保管，这就是我最重要的决定，就让他替我陪着你吧。你也是我最重要的人，相信我，即便遇见了再大的困难，我也会拼尽全力的去面对。我也希望能够一直陪着你。不论你去哪儿，都要平平安安的回来。我在这儿等着你。我相信，在神宫一定能找到两全的办法。小乔，你要坚持住。我不允许你死，你不能现在死，也不能死在这里。你等着我。段公子，你的心可真够狠的，一定要让我死在天下人面前，你才肯罢休吗？难道就不能让我安安静静的上路吗？小乔，段玉，你中计了。嘘，餐上有毒。段玉，你还不乖乖束手就擒？再往前走，就要你的命。把九转青衣铃给我。小乔，不要过来。
公叔，公子，公子，快！我说你们还真跑啊！饿了吧？等一下，想吃什么？你喜欢吃甜食，你要杯甜羹吧？还是点一些你爱吃的吧。那甜羹也要。好。这哪是甜羹啊？分明是碗毒醋。要不一起干一杯？啊，那个不用了。这碗毒醋我自己干了。你们随意啊，随意。甜羹是吧？稍等。象征着心锁，一人一个叫对戒，代表着互相锁住了对方。小乔，这是我们第二次一起看烟花了。画好了，能认出来吗？我是个人都认不出来吧？看来我只能当灵魂画手了。你别气馁，这样，你来描述，我来画。等等，他没有头发，胡子很长。眼睛很大，下巴很短，还有很多皱纹。对，就是他。你是怎么做到的？我。腾宇，你说你怎么这么完美？完美是我的优点之一吗？好了，你不要说的那么直白嘛。直白什么呀？你看你能写能画，能文能武，家境殷实，而且还帅得不要不要的，这要在我们那儿，简直是活脱脱的现实版男神。那这帅得不要不要的，到底是帅还是不帅啊？当然是帅，就是超级无敌帅的意思。那是什么东西？
就让我成全与你兄长共赴黄泉。顾景强，小乔。